今天穿的比较正式，是因为我今天要帮学校的招生文宣拍照，就是对，我是代表我们系的拍照的 model。 哇，从来没有被这样拍过，希望今天还算成功。所以大家看我今天妆有没有觉得比较精致一点？准备出门，嘿，怎么样出门？Just recording. You're interrupting the vlog. So we'll see you later. Hi there. Yeah, nice one. Good see luck. See you later. Thank you. And we want to see if what the students think of these. So we're going into the CSC here. And then I'll take a photograph of it. Yeah, draw my camera. Sorry. No, it's okay, like, you can take care.
Yeah. Want to do those inside? It's okay. Yeah. Okay. Well, then, commercials, I just do what I like. Yeah. But you do it every week? Yeah. What if you're not feeling well? I always film every day. You do every day? Yeah. What do you want to do? What's your job? What do you want to do? So, you want to be a YouTube blogger? Really? And I was like, what? Is that what? £15 million? Oh my god. In the second round. Before you go, yeah. Can I get you to do this?这个超级好吃，我上次已经吃过了，我要买两包。嗨大家，我回到家了，我现在真的是超级累，我刚才买了一大包的菜，然后我现在超渴，我要来喝一下水。相机，好。这是我买的菜，然后我要先出去外面拿一下包裹，因为我刚才看到我好像有包裹，然后我要先赶快吃饭，因为下午还有一个拍摄是在皇家新月楼，所以要赶快吃饭，然后赶快过去。嗯。Hi, can I get a parcel? Thank you.I think so. Yes. Okay. Thank you. 刚是读者进来的，那我等一下来开，我们先吃饭。看一下读者寄给我的包裹，这个读者好像已经寄第二次给我了。我们要好好的把钱存下来，给自己买好东西，好不好？是什么？哎，怎么有两张？啊，应该是这，因为他上一次寄了那个蝴蝶的 AirPod 之后，然后他忘记把卡片放上去，所以这应该是上一次的。那我先看一下上一次的卡片。哇塞，真的很用心哎！他还去书局买，哦 ，Mavis 加油！我觉得，
对于未来迷茫是一件很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你也不用觉得太着急，说怎么自己好像大家身边的人都有方向，可是自己没有。其实有时候是需要时间跟机缘的，所以慢慢来没有关系，加油。这一张好像是他上这个月的，所以他上个月的放在里面，那我看一下上个月的在这里。天哪，真的好用心哦。Hi Audrey， 他第一次认识我是我的 room tour， 那真的还蛮新的耶。我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所以好好加油，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啊，这是什么？哦，是蝴蝶的乐高，我的天哪，好可爱哟，谢谢。然后另外一个，蝴蝶的车，你该不会也是蝴蝶粉吧？好可爱哦，噔噔，给大家看一下，超级可爱，而且它的做工好精致哦，谢谢你。这个呢，我要把它放在哪里？放床头柜好了，把它放在床头柜。尖尖，把它放在这儿，噔噔噔。好，那我们现在准备要走去皇家新月楼，现在有点手脚来不及。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is a latte. Yeah. Yes, please. Yeah. Hi, 大家，我回来了。高跟鞋，脚超痛，我刚才走到一半脚超痛，因为我们原本去那个皇家新月楼嘛，然后后来我们就沿着皇家新月楼几乎就是跑遍整个市区，就是去到处去取景，所以脚真的超痛，穿高跟鞋穿超久。然后我觉得这次的拍摄，我的包，这次的拍摄还蛮好玩的，这是我第一次拍就是这种像杂志的东西。哎，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昨天买的这个帆布袋，我觉得可能会有人问。这个是我在Lake End 买的，它是有两个提把，就一个是小短的，然后你也可以做长的这种侧背的，我觉得很好看，而且它的布的质量非常好，所以如果刚好有在英国的朋友可以考虑看看。我的书包超重，是因为他们叫我们要带道具，所以我就带了一本我们的课本，结果一打开里面一个笔记都没有，然后我还带了一小本一个小说，对，就这样，然后就超级重。好，我现在想要来吃一下我刚刚在 Sainsbury 买的苹果干，这个是我朋友推荐我的，大家这个真的超级好吃，它的口感很难形容，可是它就是你吃得到苹果的那种软 Q 软 Q 的感觉，它有点像在吃软糖，哦好渴，它有点像在吃软糖，就是不是那种苹果干，就是那种很硬的那种，它是软软的，但是又有嚼劲，所以我觉得超好吃，嗯，今天讲超多话。我现在口超渴，因为我们今天呢、拍照，然后他就会叫我们一直就是找话题聊，就是有一种在互动的感觉，就是拍写真的感觉，所以就会一直跟旁边的朋友聊天啊，然后我们去咖啡店也是一直在疯狂的聊天，不过就是喝到了一杯免费的 latte， 所以心情还不错。买来吃苹果干，噔噔，这个真的超好吃，我上次一天就把一包干完了，大推。大家会不会想要看英国零食推荐特辑啊？我可以拍一个，目前我收集到几个了，打开哦，好香，我的妈，看起来很普通，但吃起来真的超好吃，嗯，它又不会太甜，就是很原汁原味。然后把它剥开，看大家看不看到？咦、
感觉应该是看不到。反正它就是跟传统的苹果干超级不一样，超好吃。欢迎大家现在截图，然后去 Sainsbury 买，大推大推，真的大推。嗯，好了，不吃了，不吃了，那就先这样子，我先休息一下，因为我脚真的太痛了。好，等一下见，拜拜。I'm so captured, got me wrapped up in your touch.
大家，我现在准备要上山去上课，然后上完课之后要跟我同学他们开一下会。Are you ready? No, not ready. Are you ready? Yes, I am. Oh my god, not focus. Jessica! I ordered a papaya salad, 然后配了一个鸡肉串，还有一个sticky rice. 对，好，就是看不出来，然后还有一个太奶。大家，我现在已经回到家了。然后刚才回到家之后，就在处理一些事情。然后现在想要来煮个芋圆跟地瓜圆配奶茶。对。现在要来吃我的饭后点心，今天吃芋圆奶茶。其实我今天原本是要运动的，我里面短袖 T 恤都穿好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觉得我最近压力有点大，然后晚上都睡不好，然后心情有一点点不好，所以我想说今天就让自己休息一下，然后只是想要跟大家说，并不是说我永远都好像很开心，然后好像永远都没有烦恼一样，就是我也是会有那种不明所以，但是就觉得啊，今天有点 blue 的感觉。所以当我有这种时候的时候，我也不想要隐藏于大家，就是不想让大家觉得说好像我都只有一个好的一面。所以对，这就是我现在心情很 blue 的时候，但是我怎么解决？我就是吃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是，明天就是重新振作，也不算重新，明天就是开始一个新的一天，就是忘记今天这种不好的情绪，然后明天继续加油。所以明天早上要起床运动，然后现在就是要看看剧，然后吃个点心，对。밖에서잠깐기다려나하는것만정리하고바로
嗨大家，那我刚刚吃完甜点之后就跟我妈讲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的电话，然后我原本是想说就是就是有时候事情我想要就是等解决之后就是在跟家长说，就是不想让他们担心什么的。可是我觉得像这样适度的，就是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跟家人聊聊天，我觉得也是帮自己排解情绪的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因为我妈今天还跟我说什么，你不是胖啦，你那个叫做高追肥。我真的觉得这个真的是超级好笑，我就还跟我妈讲说，妈，你这个一定要录音，就是你以后每次都嫌我胖的时候，你就请自己回播，那不是肥，那个是高追。对，反正我现在就是心情好了非常多，所以我要赶快去洗澡，然后明天要早起，然后去运动，就是重新开始新的一天。好，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停在这里，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